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说到艺术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很高大上的感觉。但是为什么艺术很高大上呢？为什么有些东西可以被称作是艺术品？物品有分两大类，一种是普通物品，一种则是独特的物品。商品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视为同等的价值，它们可以在这个圈子里面任意交换。而独特化则相反，是把一个东西独特化，将它赋予神圣性。而艺术就是一种独特化的东西，所以艺术会有一种神圣感。想知道更完整的讨论呢，就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艺术金钟罩，看完整版哦。